是1999年拍摄的《夏日摩托车》，2000年正式在 Malaysia 上演。一个无人去的布劳勒登突然之间受到这套电影的影响，变到很多游客都涌入来这一个小岛。片中的演员又包括伦贤齐、郑秀文和阿鸟。事隔了20年，伦贤齐本身呢都有回来 Malaysia 去拜访这个岛。当他回到这个岛的时候，他都觉得已经变了很多了，已经变得很商业化。当个岛变得商业化，就自然会受到污染了。他见到都有点心悒，所以他本身都参加了一个 Coral Recovery Work 去种一些珊瑚。若果他不种一些珊瑚，大家就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啦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所谓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，我们住在东海岸一个这么靠南中国海的海岸，最靓的岛就是布劳丁，对象呢就是布劳卡巴斯、布劳勒登和布劳伯亨迪安。为什么我们身为一个diver去特别喜欢这个布劳丁哥而不去布劳勒登度潜水呢？就正如刚才我所说的，已经商业化了，受到污染了，很多珊瑚都已经慢慢慢慢地死，慢慢地退化，唯独是这个布劳丁哥还没有那么多 tourist 来参观这个岛，暂时还是受到保护，所以我们就比较特别喜欢来这个岛上潜水了。本身这个岛的 resort 都不多，是只得3间 resort， 也都没什么特别的 nightlife， 是说你想带家人来 relax 啊，来享受夜生活啊，这个岛是不适合你们的，这个岛是完全适合给潜水的人去玩潜水，都有很大的机会去见到 real shark 和 eagle ray。今集的 YouTube 呢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布劳丁哥有几靓。由于我们本身呢是住在关丹，我们一大班朋友已经约定了爱去这个布劳丁哥度潜水。我们在关丹揸车到去独门日啲是需要2小时几的，所以我们天未光就要出发了。我班朋友细神劈月咁同我讲，悭时间想瞓多啲，所以我4:15就已经起身啦。佢哋同我讲唔食早餐，一瞓醒就马上要出发啦。点知道个仆街，一起身第一件事就系食早餐，搞到我咁早起身，约自己一个人喺度挨面包。8:17，水撞嚟噶，签咗啊！即系你挂到佢冇包噶，你知嘛？你咁开心咧，佢哋签收水撞嘅。哇！包镜咗，好劲先型啊！壳嚟噶定系咩噶 ？O K， 而家农历7月咯，你哋唔惊啊？你潜水啊？潜水搵水诶，个咩咩咩？惊啊！惊啊！唔惊啊？惊冇水潜啊？包冇金机，包冇金机啊！得啦，放下啦，边个？繼續影響啱啦。
我唔使入咁多。可以啊。到最後我的 GoPro 沒什麼電池了，所以錄不到什麼 footage 給大家看。雖然沒有機會見到 Whale Shark 和 Eagle Ray， 但是這一擺的 Drift Dive 經驗對我來說真的很刺激，很好玩。